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，我們曾經向大家分享過一首歌，就是 Rubber Band 的 Child。 它裡面一開始的歌詞已經很觸動到大家了。願你去到新天地，在那裡休息，閒來看出氣。其實這個歌詞我覺得是相當之不寫實的，因為我是覺得去到新天地是不是很得閒的，就是沒有機會閒來看出氣。我都很想可以看阿媽有了第二個，我都很想看明日戰記，我都很想撐古山古天樂，但是好可惜的就是去到這裡真的覺得相當之的忙。究竟在這裡忙些什麼呢？大家知道來到英國大家都說是沒有口好吃的，所以吃只是佔據了我人生這裡的時間大概是 5%。 還有一些什麼是佔據了我這裡人生的時間的呢？今天這條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阿嬸，你叫做小籠包。小籠包落地冇幾耐就已經去飲茶啦。以前咧喺香港咧就反而飲得比較少。呢一間咧其實味道相當唔錯啊。當年咧我讀書嘅時候已經有幫襯開噶啦，幫襯開唔少次。咁當然唔少得啦，梗係要幫襯一下一啲叫做外國嘅餐廳啦。呢一間意大利菜咧相當不錯。哇！你睇下呢對青口。呢、这個 garlic bread， 仲有啊，仲有啲 parma ham 添啊，都好熱啊，女。仲忍唔住有一日咧，抽空帶咗屋企人去咧，我以前讀書嗰個地方嘅 town centre 度，咁啊揾到一間都係意大利菜嘅喎，估唔到喎呢一間，稍後有機會再出片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絕對值得比較詳細嘅食評，順便同大家介紹一下我讀書嘅地方。咁好啦，5% 之後仲有啲咩咧？園藝咧 ，gardening 都佔據咗10% 嘅嚇。呢啲咧就係粟米嚟噶啦，呢啲咧就係將會變成粟米啦。呢啲咧好似頭髮咁樣，如果有好似頭髮咧，即系咧啲粟米咧就會喺呢度種。咁呢度未有頭髮就可能沒有咯。呢啲麥皮。麥皮。飯嚟嘅好似，但呢條真係睇落去咧係好靚嘅粟米。我總共咧應該有7個木瓜，咁犀利。而家有4個木瓜已經做咗呢個，慢慢變成綠色嘅蛋咯，然後變成好大。上次咧試過啲好甜味嗰啲番茄仔咧，嗱而家有啲。爸爸食嗰個係甜，但我食嗰個係。是啊，我吃了几粒都好甜。这里呢这粒呢看到红卜卜啦，好红润，应该呢这两粒都可以收成正果啦，应该可以吃啦，唔好搞佢住。咁呢个呢就橙橙地绿绿地。是。呢啲未得啦，绿色啊或者少少，刚才你呢个是什么？少少黄大黄是不是这些都未得嘅。但呢两粒呢我相信呢差不多啦，可以又试试去品尝一下啦。嗱呢度犀利啊，呢一区。呢一區咧，哇，好多紅卜卜啊，應該都差不多啦。呢度我諗過多，大粒粒喎，見到。係啊，過多一兩日可以有唔少嘅收成喎，似乎今次啊，唔係得幾粒貨仔喎。睇下呢度有兩粒隱藏，嗰邊咧仲有，哇，係，睇下上面嗰啲咧就慢慢蓄勢待發。哇，唔少喎，今次呢度可以籌劃下攞出去。大家兜售一下喎，似乎準備開餐。好啦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下啦。我哋 gardening 呢一個咧咁艱辛嘅工作裏面，其實有啲乜嘢我哋真係有收成，係種出嚟咧，可以大家咧係享用嘅咧。OK， 嗱，睇下眼前呢一個咧咁顏色繽紛嘅呢個咁嘅生果轉轉盤咧，裏邊咧當中咧就唔係全部咧都係種出嚟嘅。大家睇到眼前呢個香蕉，肯定就唔係嘅，因為有呢個蕉籽噶嘛，係咪？咁蘋果係唔係啊？都唔係。不過呢一個瓜犀利啦，嗱，呢一個瓜咧。是真的在外面我們自己種出來的，很厲害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另外還有眼前這一個紅蘿蔔，紅蘿蔔仔 carrot 仔也是我們真的在種出來的，在外面哇，相當不錯的，你看到好，最重要是跟大家介紹什麼，就是我曾經都介紹過的，就是這些叫番茄仔啊，真係全部係我哋自己咧種出嚟嘅番茄仔。我曾經試過咧，係真係非常之甜美，係可以賣得出嘅。我覺得係可以高價賣出，只不過係因為需要啲時間先可以種到咁嘅數量啦。咁啊，即刻咧為大家咧係示範一下啦，嗱，試一試食啊，我哋真係種出嚟嘅，
真係非常之甜，唔係講笑。嗱，呢粒比較大粒，啊唔錯啊，呢粒啊夠紅潤啦，係相當之甜味又多汁㗎，即係比出邊買嚟講咧，真係，應該唔錯，相當之好。食一粒先，因為一陣間咧係我哋做早餐嘅，我間嚟早餐嘅 ，OK， 所以我唔可以食太多，咁啊試多粒，非常之正，咁所以咧真係唔錯啊，可以種少少呢啲，自己可以試一試，DIY 砌櫃啦，呢個簡直係噩夢嚟嘅，係俾到我呢個童年嘅陰影嘅嚇。DIY 砌櫃都係10% 左右。英明嘅太太嘅領導，加埋佢落手落腳嘅支持底下，我只係輔助嘅啫。咁啊，而家呢個三桶櫃就去到呢個程度啦，哇，都搞咗成日啊，唔係講笑啊，真係完全唔簡單啊！真係，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嘅，點解啊？點解要自己砌櫃㗎？點解啊？一份咁嘅說明書，然之後呢啲咁嘅工具，仲有個咁樣四筆帳嘅櫃，一筆二筆，你嘅人生彷彿就係揼砌同埋揼，仲有轉呢？轉窿啊，老友！喂，搞咩啊？喂，唔稳嘅，错漏咗啲咩咧 ？DIY 砌柜，点解边个发明要自己砌柜嘅？你话咁，所以话咧，即系如果香港嚟到呢一度咧做装修，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值得考虑嘅选择嚟噶。大股之一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shopping， 超市 shopping 啊！香港我哋都有做超市 shopping 嘅，但系呢一度。呢、这個超市 shopping 竟然佔咗都有成40% 嘅，40% 喎嚇，真係唔係講笑啊！我唔知點解會有咁多 shopping 去做嘅。呢間叫川利巷。买晒系嘛？柠檬茶，爸爸你想唔想食糯米鸡啊？好啊好啊，糯米鸡，你摆咗唔够位摆喺嗰度。哇，川利巷大购物，今日有冇完成？系，系咪啊？久仰大名嘅英国超平超级市场啊！听闻呢度呢间超级市场有咧。做緊特價嘅出前一丁喎，咁啊，仲要係我哋香港人嘅味道，咁啊，即刻嚟數一數啦。點知咧想數啊嘛，揾咗成個超級市場，就剩翻吉盒冇啦，全場得翻呢一個呢盒吉盒嚟嘅，就係邊咧？冇啦，買唔到啦，呢次買唔到啦，買唔到啦，買唔到啦，遲咗一步啦，買唔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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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生活嘅日常。就是去超市 shopping， 再 more shopping， 更多的 shopping， 再多啲嘅 shopping， 最多的 shopping， 日日都是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。好啦，咁仲有最後終極大股，當然就是家務啦，佔據我哋呢度人生嘅50% 啊，50%。洗唔完嘅衫，洗完就梗係要晾啦。喂，识唔识晾衫噶你？喂，唔好喺度献丑喎。得啦得啦，叻啦叻啦，翻入去啦。晾完咪又洗过啦。咩啊？哇，咁多碗洗嘅喂，真唔真啊？平时香港唔觉有咁多碗洗嘅，食咩噶？咁多碗嘅食到咩话？仲要吸尘？吸尘咩嚟噶？體育堂啊！咁其實嚟到英國咁鬼忙啊，咁究竟係咪因為真係多咗好多好多嘢做咧嚇？
是不是真的多了呢？其實我覺得不是多了，反而是少了，不是多了事做，是少了一個人，就是工人姐姐了。工人姐姐 We miss you。喂，等等，老兄，以上的人生点止100%啊？计错数啊，老友。